底是什么呀你？你老公吃软饭吃了十几年，你自己把话说清楚吧你。我老公跟我离婚了，再见。你羡慕吗？你王红威，谁嫉妒你老公啊？你自己送上门来挨打。挨什么打？我告诉你，我向江湖君道歉，我也不想理你。我现在是跟江湖君道歉什么呀？你住在这里来的，再见不见，拜拜。你还是在打滚呢。你是想要得政治红利的不要脸的蟑螂，还打滚呢？我是纯粹的新闻工作者。像是你诬告败诉女王，天天在败诉，还有脸在那边讲话？你出入过多少次了，对不对？人家告你多少次了，你好意思吗？哭一下啊，现在就哭一下啊！你不是最爱哭吗？你也可以在地上打滚啊，你也地上打滚过呀。你好像那个。你好像是那个泼妇骂街啊，就这种人在一起了，各位丢脸没几个败类，直接说你不是要来闹场吗？你是什么呀你？你老公吃软饭吃了十几年，你自己把话说清楚吧你。我老公跟我离婚了，再见。你羡慕吗？你王红威，谁嫉妒你老公啊？你自己送上门来挨打。策动人家，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我不想向江湖君道歉，我也不想理你。我现在是跟江湖道歉什么呀？你住在这里来的，道歉什么呀？是你送来的，道歉。道歉什么呀？他如果好意思，好意思说人家道歉，笑死人了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叫我张淑娟吗？你靠一边去了，跟你无关。你才滚一边去嘞！你滚！你滚一边去，这件事能跟你有关吗？你叫张淑娟吗？小姐，你叫张淑娟吗？大家看一下，你叫张淑娟吗？采访吗？对不对？张会，没有。这种人想要蹭人家，想要选举的人，就是国民党最无耻的现任的市议员候选人，最不要脸的媒体人。你还好意思讲媒体人不要脸？媒体人做50年，我要不要脸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对你不要脸是你的选择，你更不要脸。你为了要选举蹭人家周玉蔻，你要脸吗？你蹭什么周玉蔻啊？不要脸！今天是你过来的。今天他提告我找张淑娟，你过来干嘛？哎，张淑娟请我过来的。你叫张淑娟，所以你是策动的人了。我策动什么？是你污蔑的人。我哪里有污蔑人？我现在跟张淑娟道歉，再见不见，拜拜。你还是在打滚呢？王宏威，你走一边去了，你又不紧张，你又不讲，我是媒体记者，我是当事人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当事人什么？你在那里，我是当事人啊！张淑娟要提告我，不是当事人吗？那为什么是你出来嘞？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你是挑拨离间者，你是想要得政治红利的不要脸的蟑螂，还打滚呢？老鼠。人见人这样不好玩，人见人讨厌人，你才是人见人讨厌的。想选立法委员选不上，只要你败诉，我败诉过又怎样？关你什么事？丢脸，丢脸又怎样？不要脸。